台中市是经做营养午餐业者，让人检举讲用无源头的鸡巴当作是国产鸡巴，提供给30多间的学校做营养午餐，也够讲领这奖励金。教育局表示讲会把这奖金录下来，有哪会含业者解约？业者是来强调讲拢是国产的，只是无符合农业局所认定的国产的源头这部分。传承业者是早起就无闲去准备出货，准备送餐到各个学校。不过台中太平这间业者却被检举，伊是用无肉片烧完的鸡肉混充国产肉片来出货。台中市府接到检举了后，嘛采用稽查，现场虽然无查到具体事情，不过业者确实嘛无再到提供棒棒糖的进货资料，以及国产烧完食材的证明。目前是拿不出那一批有国产证明的那个食材的一个证明，因此我们认为是说，你拿不出证明，那可见就不是国产食材证明，那是，所以我们就依照相关的一个规定来移除。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这间业者共给全市34间各中小大约20000外学生的营养午餐。目前兑回去年度国产食材奖励金53万9000多元，今年度的奖励金也会来取消。业者出面解释，因为禽流感真严重，鸡排来源真欠，原本应该向电子车厂来进货，后来转向在车厂来买货源，虽然拢是国产，不过无符合农业局所认定国产烧源的流程。那我们都有提供证据说我们是购买国产的鸡肉这样子，那但是农业局就认为说，那一个溯源标章是骨腿，不是你的棒棒腿。那这样是不行，所以我们是部分天数的棒棒腿取消。业者表示，工厂内底都无使用进口肉品，棒棒腿无符合消防的规定，也已经取消使用。不过教育局早伫咧5月11日就已经稽查业者，说等到6月5日消息出来了后，才发文给国校，而且将业者以伪造文书的罪嫌移送法办，也有民代质疑是否有意思来偏袒。对此，教育局来解释，因为稽查了后，要求业者提供溯源的标章，不过业者一直提不出来，才进行后续行政定数，并无意思来偏袒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